جردوا سيف الردى واحصروا。纳吉利亚恐怖组织博科圣地今年四月开始到现在已经夺走400条人命。国际特赦组织强调，自杀炸弹客是博科圣地的爱用手法，绑架来的少女被迫成为人肉炸弹。We were spotted by security forces, and I quickly removed the explosive vest and threw it to the ground. The young man tried to escape. He was shot and killed.回想差点炸成碎片的那一刻，小女孩心有余悸。博科圣地派出自杀炸弹客的频率越来越高，每星期至少有一到两次。纳吉利亚跟喀麦隆地区四月到九月的死亡人数已经是前五个月的两倍。博科圣地四处烧杀掳掠，查德湖地区超过250万人因此被迫离开家园。奈吉利亚、喀麦隆跟查德则共有720万人因为博科圣地之乱粮食缺乏。人权组织呼吁政府必须加强反恐行动，不能放任恐怖分子恣意妄为。华语新闻综合报道。